天睡着了，狗狗叫豆仔，现在9个月了，是一只超小的约克夏，带它买一个新年礼物，看看有什么。小偷，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玩具。我的狗狗喜欢可以磨牙的，但是它一般一个玩具玩不了多久，所以很少给它买新的。因为现在冬天了，很冷，想给它买一件新衣服。豆仔仔，让它上去跑一跑。你，我觉得既然养宠物了，能陪它的时间就多陪一点。这一次在剧组待了一段时间，回来看到它长大了，觉得有一点难过。它算是我真的养的第一只宠物。他们说我们俩长得越来越像了。马上要到了，但是豆仔还在睡觉，也不忍心喊醒他了。